阴间也没有人重赞你，我因悲愁虽残。佢得7岁咋？佢由出世嘅第一日已经唔系一个幸运嘅人。To be or not to be， 人系世界嘅主宰，万物之灵系人生嘅主导。而我就偏偏要剝削他們生存的權利。我要與人為敵，要被人所厭，被人所惡。你睇下，呢个系我妈咪，系咪好靓呢？修女话佢去咗个好远好远嘅地方。将所有恐惧的目光都投射在我身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命运要这么残酷？究竟是人主宰命运，还是命运主宰人？所有东西都改变不了，你是不是想这样？7岁咋？佢由出世嘅第一日已经唔系一个幸运嘅人。在坟墓没有人纪念你，阴间也没有人重赞你。这个就是我作为死神的使命。